哥姐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能不能不要再吃市面上十几块钱一斤的奇异果了，那也太贵了。看一下我们陕西周至的猕猴桃，各大饱满，在果园我才卖几块钱一箱，今天下单买三斤多送你两斤，我呀只收一个成本回来，多一分我也不挣你的。